大家好，爱你们，谢谢。일단이곳에올때너무환영해주셔서감사했고기분이좀설렜어요또이렇게환영해주시는구나해서행복했고또이렇게많은기자분들이나와주셔서因为来到台北之后呢，大家非常热情的欢迎我的到来，所以我真的觉得非常的开心，然后也很幸福，然后心情是非常的激动的。네일단조금씩배웠고요大家好，谢谢，爱你们。그리고펑리수우육면또이밀크티가또굉장히유명하잖아요그래서제가먹는걸워낙좋아해서사실다기대되고이미와서조금씩다먹어봤습니다然后想吃凤梨酥、牛肉面，然后这边的那个珍珠奶茶也是非常的有名嘛。那尤其我很喜欢吃，所以呢，而且来了之后呢，已经吃了一些美食了。이제또계속팬미팅하면서요그리고투어를돌면서또제가그렇게 배우인만큼또좋은작품과연기로인사드리기위해서촬영하고준비중에있습니다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还是会持续举办我的亚洲的巡回见面会。然后，毕竟我也是身为一个演员，所以我将会以更好的作品，然后更好的演技来再跟大家见面的。